台湾共和国啊，有国歌，名字叫《台湾翠青》啊。当然，它第一个要有歌词，就文字啊；第二个叫曲调啊。这不是我胡说八道啊，这确有其事啊。说台湾，所以台湾到底叫台湾呢？还叫中华民国啊？还叫中华民国在台湾呢？还叫台湾共和国啊？当然，民进党是希望独立的。那独立的话，你要有国号啊，国号叫台湾共和国嘛。当然，美国不赞成嘛，台湾内部反弹也有一些嘛。但是我们就说，真正的台独是这样子：第一个，一定要有国家的名称嘛，你不能叫中华民国嘛，也不能叫中华民国在台湾嘛。光是台湾两个字是啥子东西啊？就台湾共和国嘛。那第二个呢，要宪法嘛？有，我另外一集再讲。有台湾共和国宪法，有理。第二个国歌嘛，国民国号就一样嘛，台湾共和国嘛，宪法有，台湾共和国宪法有理，写出来了，很具体。然后国歌当然还包括国徽都有了，这都有啊。就真的要独立的话，这些都也不用说啊，到底要取什么名字啊？宪法怎么写啊？国歌用哪一条歌？全部都有了，都配套好了，就是要不要做的问题啊。那怎么会有台湾翠青？很多人没有听过啊，台湾翠青啊，这什么歌啊？台湾共和国的国歌啊。但如果成立的话当然可能是他了。也许到时候真的，万一哪一天真的宣布台独了，成立台湾共和国，也许换别手也不一定啊，因为没有建立台湾共和国。但是目前是暂定国歌，台湾共和国歌是台湾翠青啊。相关的我待会再讲。我们先看啊，这个很多人不知道有这首歌啊。当然我这个视频没有放音乐啊，音乐自己到 Google 去搜寻一下啊。他是用台语唱的啊，不是国语啊，不是普通话，就闽南语啊，或台语。我们先看台湾翠青的歌词啊，什么歌词啊？他歌词啊有两段啊，这我这边强调是台语发音啊，不是国语发音。你当国语也可以念，我这边又念国语啊，他是用台语发音的啊。要台湾独立嘛，最好是讲台湾话嘛，讲闽南话嘛，讲台语嘛啊。我们先看他两段歌词啊。歌词倒是写的高大上啊，歌词倒没有什么问题啊。我们先看一下，第一段啊，太平洋西南海边啊，台湾在太平洋西南边没有错啊，美国在太平洋东岸啊，台湾、日本啊、韩国在太平洋西岸没错啊，台湾是西南啊。美丽岛，台湾最亲啊，这个以前那个台湾啊，它本来不叫美丽岛，叫 Formosa 啊，以前那个好像是葡萄牙人吧啊。到台湾，这个岛很漂亮啊，这个山很多啊，绿色啊，你看那个卫星空照图啊，台湾就是山地多嘛中央山脉嘛这个一大堆山脉嘛，就绿色的啊，所以葡萄牙说哇 ，Formosa 就是美丽岛啊，后来就叫你叫又叫福摩沙啊，福摩沙是外语嘛叫美丽岛天岛，所以美丽岛这样过来就从葡萄牙人啊，印象中应该是葡萄牙人吧美丽岛将过来，或者美丽的宝岛，台湾翠青啊，中央山脉很多，翠青这一看就懂了。早前受外邦统治啊，西班牙嘛荷兰嘛葡萄牙嘛这些，独立金玉出头天要独立了嘛所以这个用国语啊，用普通话念有点怪怪，可是用台语啊，用闽南语就比较顺一点啊。共和国宪法的基础这边就写的不太好啊，不管了，就共和国的台湾共和国嘛。所以你这边应该加个台湾共和国比较好，不然人家会问啊，共和国是什么共和国啊？是美利坚啊？中华人民共和国啊，还台湾共和国，所以这个，你看这个歌词写的，这共和国都不写台湾，应该写台湾共和国啊，或者不要共和国
宪法基础啊，这句话就写得不太好，不管了。共和国宪法基础当时指台湾共和国嘛，四族啊，四族群啊，四大族群嘛，啊，这本省人嘛，就台湾人嘛，外省人嘛，蒋介石这过来的外省人，包括我在内嘛，然后这第二代嘛，有第三代、第四代，还有这个原住民嘛，啊，还有客家人，当然人最多是闽南人第一多嘛，第二外省族群嘛，第三是客家人啊，原住民最少啊，这四个族群平等相协助，人类文化哇，这个就高大上啊，人类文化世界和平啊，所以这个也调子高了一点，就台湾要独立，你就台湾独立嘛，这扯到台湾要促进人类文化世界和平啊，能力不够啊，太小，这个是。这个美国、英国啊，中国会笑吗？这台湾三万六千平方公里，2300的你要促进世界和平啊！啊，不管他是这样写，国民向前啊，贡献才能。然后第二段呢啊，最源头上帝创造啊，这个美丽岛台湾，这人民是上帝造人嘛，美丽岛台湾做好啊。啊，这个就是建设美丽家园的意思吧。然后赏赐互相公居起啊，他是也是学那个汉文的啊，就是七言啊，七言就七个字啊，唐诗嘛。啊，这要去中国化，你就搞一个唐诗出来啊，这七个字，你看前面七个字，七个字。可是这个奇怪，要么就全部七个字嘛，那个前面是七个字，后面又不是啊，然后不对称嘛啊，这边也是七个字，后面又不对称啊。赏赐互相公居起啊，这我意思不太懂啊，因为台语啊，它有时候会有古文啊，古文的意思啊，这我真的不太懂什么意思啊。赏赐互相，我们说互相赏赐，是不是上天的赏赐啊？什么叫公居起啊？这个台语它有它的意思啊，这个我搞不太懂啊。建国今时他设立啊，这文字也是用的很奇怪。这台湾建国，他就上帝嘛，他来主导啊，这个意思了。主基督国家的君王。啊，看得懂，理想帮目标的寄望，啊，也看得懂啊。但是如果真的建立台湾共和国啊，如果真的这一首啊，台湾翠青啊，真的是国歌的话，那问题又大得不得了啊。为什么？你这边写主基督啊，就像中华民国国歌啊，三民主义无党所宗，难怪民进党不高兴嘛。我这国歌怎么变国民党的歌？那我不是国民党怎么办？我民党怎么办？所以没办法唱。那可是你的这个国歌，你搞个主基督，那佛教徒怎么办？回教徒怎么办？儒家、道家或者无神论也不信，因为不是世界上每一个，不是每一个台湾都信耶稣基督嘛，不信就是信天主教、基督教，所以这个有问题啊。啊，那不是天主教、基督教的人，他这歌又不唱了，一样的意思嘛。你民进党想说啊，国歌我不能唱，因为三民主义无党所宗，党就是国民党。那以后你这个国歌出来后，很多人又不唱了啊，不是基督徒、天主教徒又不唱了，又唱不下去，一样的意思嘛。咱欲建设仁爱公义啊，祖国，这又是祖国又是哪里啊？这搞不懂。祖国满地倾向就好像啊，在天一样。那这你都建国了，那建国那怎么又祖国？祖国是哪里？那你就台湾就是台湾共和国，那祖国在哪里啊？比如说移民到美国啊，我祖国是台湾，我祖国是新加坡，我祖国是中国大陆。那你都建立，那你祖国是哪里？那你说祖国是中国大陆，哇，被骂翻了。那你祖国不可能是日本吧？那是你说日本人家骂翻了，这也奇怪啊，不管。因为这个大家很陌生，我们在那一边，太平洋西南海边，美丽岛台湾翠青，
早前受外邦统治啊，独立经历出头天，共和国宪法的基础，四族群平等相协助，人类文化，世界和平，国民向前贡献才能，最源头上帝创造，美丽岛台湾做好，赏赐互相攻击起，建国金石他设立啊，主基督国家的君王啊，理想当目标的期望，载誉建设仁爱公益啊，祖国满地清香在天啊。当然我说这是用台语，用台语念当然比这个用普通话国语那有味道多了啊。啊，但是我第一个我台语字不正啊，腔不圆，味道也念不出来啊，所以就说它是台语念啊。好，我们来看啊，台湾的执政党啊，民主进步党，它有台独党纲啊，有这个东西，而且是要台独嘛。当然是先要台独，才有民进党嘛。啊，就是台湾很多人就说啊，外来蒋介石外来政权不好，我台湾要当家做主，蒋介石外来统治者啊，也没错。啊，你要独立也可以嘛，你就独立嘛。啊，但是独立，第一个你要去做嘛。啊，你说我要独立，但是我不做，不敢做，不想做，或者时机不合，那就是空谈嘛。啊，就去做吧。啊，做了以后再看看吧。啊，做得起来，做不起来，但是你不做，怕东怕西，那就没用嘛。啊，有台独党纲叫台独嘛。也有台湾前途决议文，也有这个东西啊。啊，当然台独党纲的位阶比较高吧。意思就是希望台湾独立，或简称台独，就这样子啊。当然希望台湾独立或台独。所以台湾的独立啊，是很多台湾人啊，不能说每一个，就很多台湾人几十年来的一个梦想，一个理想啊。讨厌蒋介石啊，就是讨厌国民党，讨厌外省人啊，也不能说讨厌了，就是我们台湾人当家做主啊，这个也没错啊，因为本省人的闽南裔的漳泉两州的人最多嘛，啊，要当家做主也没错嘛。可是问题是你已经当选总统了，台湾人当总统了，已经差不多了。可是后来因为美国反对吧，好了啊，美国反对啊，第一个美国反对啊，第二个中国大陆他为了打你啊，所以不敢了，投龟缩了，就做不到啊。啊，所以啊，后来很多包括民进党领导阶层了、啊。在内的许多人都说啊，台湾已经独立了，名称是中华民国，所以这话也对也不对啊，因为台湾本来独立，可是问题是台湾不是国号，你不管喜不喜欢，现在国民国号叫中华民国，所以台湾没有独立啊，是中华民国独立啊，因为台湾是地名啊，一个岛的名称啊，以前还有个台湾省，后来没有了。所以台湾是一个地名啊，它不是国家名字啊。而你说地名独立，这个很奇怪，而且要打仗啊。所以台湾没有独立啊，是中华民国独立啊。台湾是地名啊，啊，名称是中华民国啊，所以这话就是很吊诡，就很多人就卡住了。啊，你说你中华民国大家知道，可是我不喜欢中华民国，我喜欢台湾，那你就台湾独立，你就把中华民国干掉，然后成立台湾民主共和国，可是又不敢，然后又说啊还是中华民国，可台湾已经独立，所以这句话很多人看不懂啊，因为这是违反逻辑嘛，也违反现实嘛，我们就叫做这个一种文字的什么，就文字游戏嘛，文字游戏。啊，所以意思就是说啊，想台独啊，是美国不同意，中国说要打啊，不敢，那不敢呢，可是又没面子啊，啊，那你台独党纲啊，啊，台湾前途决议文都写得很清楚啊，啊，所以就只好换个文字，不要独立了，
那你说台湾已经独立，那你前面搞那么多干嘛？这条件不变嘛。那1949年开始就是这样子嘛，几十年前跟现在没有两样嘛。那你前面要台独啊，现在又不台独，那时空背景差不多啊。啊，然后前面说台独，现在说已经独立，那你已经独立，那你前面再叫台独叫，所以这个问题很大，就很多听不懂啊。我觉得这个是文字游戏啊，就不敢了、啊。意思就是说，我要台独，可是我现在不敢啊。但是我有一个讲法，以后再说啊。但是这样的说法让许多台独人士啊，真正要台独的啊，义无反顾的打。两岸战争，我要台独，怎么样？我都要台独。妈的，这个战死，我要台独啊！有这些人啊，但是他们也是有他们情操了。啊，你说国父孙中山革命会死人呐、啊？我说那死人就死人呐、啊，这我要推翻满清啊！啊，台独我说死人就死人了、啊，我跟孙中山一样，孙中山十四革命死不少人呐、啊。我们台独为了台独要打仗，死人没关系啊，为了崇高的目标我就叫台独啊，也可以啊。这个人格很崇高啊，有理想有抱负啊。所以刚才这样说，台湾已经独立啊，名称中华民国，很多真正台独人反感。为什么反感呢？就我刚才讲的话术嘛，啊，就是文字游戏嘛。因为真正台独人士是，我们要照台独党纲来做啊，要照台湾前途决议案来做啊，要真的搞啊，不是你像嘴皮子翻译，他说哦，台湾已经独立了，名称中华，不是这样子啊。为什么？重点在这里啊，因为真正台独是有明确的诉求做法的，真正台独是跟这个台湾已经独立、名称中华民国是水火不容的。完全不一样啊！但是很多啊，现在人就知识不够，脑筋也不清楚，就搞混了啊。真正台独，什么叫真正台独？那台独有三部曲啊，这是真正的台独啊，有三部曲啊，有三个动作啊，这才是真正台独啊。哪三部曲啊？证明、制宪、建国，这是明确的诉求啊。台独绝对不是台湾已经独立、名称中华民国，这哪是台独？这不是台独啊！这台独，我要有一个国民啊！我要改国号的，真正是要改国号的，不承认中华民国，要改国号证明嘛？证明就是孔子说“名不正也不顺”嘛。这台独认为中华民国就这名字不对嘛？他代表的是蒋介石嘛，代表外来政权嘛，代表外省人嘛，我要个台湾的名称，所以证明就台湾共和国嘛。而制宪我要宪法嘛，什么意思？那现在的宪法就不要啦。现在的宪法台独他们认为是在中国大陆时代建立的，但后来修改啊，可是原来是民国三十五年那一段时间，这是大陆的宪法，中华民国的宪法，国民政府时代的宪法，老法统的宪法，蒋介石的宪法，我当然改啊，改成台湾共和国宪法。第三个就厉害，建国，我就这是建国了。那建国就中华民国就没有了。所以证明、制宪、建国，真正的台独是这样子啊，是这样搞啊，这也对啊。你就当做，所以他们就觉得你就把我当孙中山嘛，而孙中山不是推翻满清要证明吗？改成大清帝国，改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吗？啊，制宪啊，你说什么大清立律啊？大清是没有宪法啦，啊，后来想搞立宪就时间不够没搞起来，啊，大清立律，哎，我改成中华民国宪法，啊，建国嘛，建立中华民国嘛，但后来又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嘛。真正的台独这三个：证明、制宪、建国。证明啊，就是将中华民国更换成台湾共和国啊，啊，目前主流讲法是这样子啊。可是这个台湾共和国有个问题啊，因为你要得到国际承认，它简写是 ROT 嘛，啊 ，Republic of Taiwan， 啊 ，RUT 啊，就是坏掉嘛，啊，或贪污腐弊嘛，坏掉不好听啊，啊，所以有人说哦，台湾共和国啊，中文是没问题啊，英文翻成 ROT， 哇，这个是。不好听啊，坏掉了，腐败了，烂掉了，不好，啊，是叫台湾国，啊，台湾 state 啊，或者台湾民主共和国啊，
或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也有这种讲法，但主流还是讲台湾共和国。至于真的成立以后英文要怎么写啊 ROT 不好听就不好听吧，算了吧，或者怎么样去弄一下啊，证明是这样。制宪呢就制定台湾国宪法，这不是中华民国宪法了，就取代中华民国宪法，什么意思啊？就中华民国宪法就废掉了，也不是说废掉，就不用了嘛，不用就是废掉嘛，就取代了嘛。啊，比如说公司找了一个新的总经理取代旧的总经理，或新的 CEO 取代旧的，那新的就上任了，那旧的当然就下台了嘛。啊，就是中华民国宪法就下台了嘛，就废弃了嘛，就不用了嘛。建国就正式建立啊，啊，这就厉害了啊，建立啊，就要开国际记者会啊，啊，当然还要经过立法院呐、啊，或者怎么样啊，一大堆啊法律啊行政程序啊，还要向全世界公告，还要跟外国建立新的邦交，都要换了 啊，全部都以台湾共和国来跟外国建立邦交啊，这就取代中华民国了嘛。所以证明制宪结果就是这样的。好了，那台独人士啊，既然主张台湾独立啊，国号有了，就台湾共和国嘛，啊，或者也许叫台湾民主共和国嘛，啊，但是现在是叫台湾共，现在主要是讲台湾共和国嘛，也许以后加民主两个字，啊，但不会加人民啊，台湾人民共和国就难听了，像中华人民共和国。好了，台湾共和国了，啊，国号有了。啊，要制定宪法，宪法有了，啊，我另外再一起再讲一下什么叫台湾共和国的宪法，条文很多，很具体啊，每一个条文都有啊，啊，这一集就不讲了，宪法也有了，啊，那这一集主要是讲台湾有没有国歌啊？有啊，就是刚才念的这个啊，台湾最亲啊，啊。所以为什么这集讲国歌呢？啊，因为这个证明制宪建国很多人都知道了啊，台湾共和国大家知道了啊，台湾国宪法这个人不知道，我另外一集再讲啊。但是国歌啊，大家哎，台湾共和国有国歌吗？有啊，但是国歌以这个为主啊。另外大家有些人提议的。其他的也有啊，但是不是主流啊，主流是讲台湾最亲啊，就前面念的歌词啊。台湾最亲啊，啊，这个暂定这个台湾共和国的国歌啊，是以台语啊，或者讲台湾话，或者讲闽南语啊，来谱写的这个词啊，就念是要用台语来念啊。但是他另外也翻译六种语言版本，有这是原住民的啊，阿美语啊。啊，还有客家话啊，华语就普通话、英语跟日语啊，等等啊，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再加上台语啊，一共六种啊，有六种翻译版本啊。那它歌词是两段啊，第一段是早比较早，它这两段不是同一个时间写的，第一段是比较早期创作的作品啊，比较世俗化啊，而且多人传唱啊。第二段是为了教会啊，所以你看为了教会嘛，所以有主基督在这边，可是越改越糟啊，不是改了，就新加第二段，你不加还好，你说第一段怎么看没什么问题，只是高大上啊，扯到人类文化世界和平啊，调子太高啊，啊，但这也没关系啦，但是你增加第二段主基督，就耶稣基督啊，那这个不信耶稣基督怎么办啊。所以第二段就是为了教会所写啊，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歌词啊，当然这一定很多人就不认同了。在陈水扁总统啊执政的后期啊，就2007年啊，台北市原民会啊，就原住民嘛啊，就我们以前讲高山族啊，山地人啊，不好听叫原住民啊，先住民啊，那么现在新嫁来的叫做新住民啊。这台北是一个原民会凯达格兰族啊一个委员啊，他是无党籍啊，倒不是民进党啊，一个叫陈金万的啊，他是原住民啊，他在台湾新闻周刊啊，
写了一篇文章说啊，908国庆日啊，啊新国歌国旗啊，等于是宣布了一下啊，这个国旗国歌亮相啊。我们待会就讲台湾政府有没有国旗，有的，有国旗，有的啊，待会再看。之后呢，台湾翠青这首歌曲啊，那有词嘛，有曲嘛，便被多数支持台湾独立运动的团体族群视为台湾共和国的国歌。台独社团呢、啊，经常在场示威中啊，在各种示威当中都大声齐唱这首歌啊，就可以唱的嘛，但用台语唱啊，所以有一个人如果用国语唱，人家每个怒目相视，我说你什么人啊，你妈卧底的，你怎么用国语唱啊，你说滚出去啊。2009年啊，台湾部落格协会啊，这个很多成员啊，在联合国总部大楼前面高唱这条歌，表达他们对台湾能够成为联合国成员国的希望。所以这边附带一提啊，啊，台湾以前啊，常常每任总统啊，每一年啊，都希望透过啊一些小国家、小的联合国会员国申请加入联合国叫入联。后来不做了，因为什么？每一年都失败，这是当然失败嘛。因为联合国最大的问题有否决权嘛，啊，所以联合国为什么效能不彰？五个常任理事国一投票反对就没用了啊！这中共一定投否决票嘛，所以你申请没用嘛，你就算美国同意也没用啊！啊，中国投反对票嘛，所以联合国为什么没办法做？是因为。因为苏俄跟俄罗斯啊，跟中国他们是一伙的嘛，然后美国、英国、法国，美国、英国、法国一伙，两个水火不容嘛。啊，美国、英国、西方喜欢的啊，中国或苏联就投反对票，你没搞头了。那俄罗斯跟中共喜欢的啊，这个美国、英国、法国投反对票没用嘛？啊，但他们不会全部投反对票。通常是白脸黑脸嘛，比如说啊，中国啊跟俄罗斯一个就投反对票，另外一个就哦你投就可以了啊，我就投个弃权嘛。啊，美国、英国、法国说啊，我们其中哪一个国家讲好了谁投反对票，另外两个啊不要做太过分，我们两个投弃权嘛，啊就这样子嘛。所以联合国没有用嘛，你说像以色列没有用嘛，啊再怎么谴责以色列没有用嘛，以色列我就不鸟你嘛，我就不鸟你联合国，你怎么办啊？台湾翠青啊，是一首以台语啊所谱写的诗歌啊。但你说诗歌这个，你看前面四句是七个字，我们说七言绝句嘛，绝句是四句啊，律诗是八句啊，这叫七言的绝句啊。可是后面要搞这个，你要么就你后面也搞一个都是四个字，那你就是叫七言律诗。哎，不是啊，就跟那个周杰伦的。啊，方文山把它作词啊，妈一句古文，一句现代的文啊，我看了真受不了。你就全部用古文嘛，或全部半古文嘛，或者全部用现代文嘛，妈一句一看哦好啊，妈古文啊，下一句妈又现代文，而且第一句前面一句跟后一句没有逻辑关系啊，啊全部方文山的歌词，你把全部顺序打乱没有关系，没差，因为它本来就是没有逻辑关系嘛，这个。但是一贯上中国共产党，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周杰伦啊，方文山的歌词好啊，这水平很低了啊。但是一般人没办法，一般人水平也低嘛啊，啊，所以他这个你说诗像诗，这一半像一半不像，叫四不像啊。然后这首歌的歌词是由谁做的？一定有人做嘛啊！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牧师叫郑文玉，他作词啊，历经十几年酝酿啊，那1992年完成初稿，并在1993年10月定稿，然后1993年由旅居啊洛杉矶的萧泰然为郑文玉的诗啊谱为合唱曲啊，所以先有词啊，所以作歌啊，有的不一定，有的是先作曲。在填词啊，有的是先填词再作曲啊，有的是唱作人嘛，他是他就
稀里糊涂弄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有了啊，词曲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弄好了，你问他哪一个先，那如果都一起弄的啊，所以不一定啊。一般来讲是两个时间啊，要么先有文字再有曲啊，或者先有曲再文字啊，很多是两个不同做啊。创作人就是都是我弄的啊。并在1994年将词曲编在交响诗啊1947序曲当中啊，这就是台湾共和国的国歌的歌词啊。至于你说要怎么唱，你自己去到 YouTube 去找吧啊，自己听一听吧。至于台湾共和国有没有过幽灵长这样子，怎么跟我们一般的看到这个啊，看到这个民进党那个绿色的啊，这个我们没有放进来，没放进来啊，长得不一样啊。正式的国旗是这样的啊，我们先看这个，好像八片橘子嘛啊，橘子的八个瓣嘛，八个瓣嘛啊，它叫四个同心圆的啊。这面旗子名称叫台湾共和国台湾同心旗啊，也被称为八旗曲啊，像菊花八瓣嘛，或者像橘子啊八个瓣啊，这种像花朵或者水果啊八瓣啊或者八片。只有台福基督教简称台福教会总干事啊刘瑞义牧师啊绘制的。1991年啊，被以台湾教授协会等台独人士组成的台湾人民制宪，你看我另外一集会讲台湾共和国有宪法啊，就制宪会议啊，他选为台湾新国旗啊。然后同一年的10月，民主进步党将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写入党纲，就台独党纲啊。这个之后啊，台湾同心旗啊就变成岛内啊，就台湾岛内与海外台独运动支持者较常使用的旗帜，四个同心。什么叫四个同心？就四大族群嘛，啊，本省人嘛，闽南人嘛，啊，第二个就是外省人嘛，外省人就来自各省嘛，啊，第三客家人嘛，哈卡，第四个就原住民嘛，四大族群嘛。那你现在，那你说，那外国人说我是外国人算不算啊？外国人有一些啊。然后新住民啊，这个东南亚嫁过来的啊，中国大家，那我算什么呢啊？所以族群越来越多啊，啊，同心之意啊，就表示同心啊，绿边嘛，绿色的边嘛啊，绿边啊，象征台湾美好，就绿色嘛，啊，环保嘛，美好自然环境啊，白底像纯洁啊，所以它三个颜色，红色、绿色啊、白色。那同心啊，也被称为八曲。啊，有人就说啊，那你这个八曲啊，你看日本皇室啊，日本皇室的文章啊，啊，文章就是徽章啊，啊，所以一个学问很深啊，叫文章学啊，尤其欧洲啊，以前有皇室啊，像现在还是有皇室啊，有些皇室没有了，就是变贵族啊，就现在也，哎，有的有授勋啊，学士啊，有的就变成有钱人了啊，因为他们土地多嘛。所以他们的都有家徽嘛，啊，你看那个冰与火权力之争嘛，你看这都有，你看那个北方之国就是什么，啊，它是什么啊，就有动物啊，啊，不管了，就是跟日本皇室菊花的文章啊，就是他们的徽章啊，家族的徽章啊，16瓣橘啊，16瓣，就16片的意思啊，太接近了。而且台湾同心旗啊，白底红心啊，除了加上民主进步党党旗所使用的绿边外，与日本的徽啊、旗啊近似处不少，很近，很相近。啊，四星被切为八瓣，也使台湾同心旗受到不少批评啊，更时常被同派人士拿来讽刺，台独是日本的傀儡啊。啊，所以这一集大概讲这些概念啊，这主要是讲啊大家不熟悉的。哎呦，台湾共和国有国歌有啊。歌词有证据，这个歌词不是我写，我也摆不出来，啊，台语我也不太行啊，听是绝对没问题啦，讲勉强也可以讲一讲，但是一讲人家会笑嘛，字不正腔不圆嘛，所以这边也讲什么叫真正的台独，是要证明制宪建国，这才真正的是台独，而且都有了，名称有了。宪法也有了，另外一集再讲，啊，只是说敢不敢建国嘛，啊，国歌也有了，啊，国徽也有了，啊，这些都有了，啊，
所以这一集叫台湾共和国的国歌啊，啊，名称叫台湾翠青啊，这一集讲这个。